难道你不是喜欢阿英？我喜欢她，我心有所属，那是华叔殿下。我喜欢她什么？给你个灵丹，伤得好的快些。多谢。阿姨别吃。阿进，这是阿九。这是胡血丹吧？胡血丹。它可以增加服用者的修为。对啊，增加阿英的修为不好吗？阿英功力提升，自然伤就能好得快些。是，它可以提高服用者的修为，但同时，也能让服用者对胡血主人言听计从，没错吧？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抢走我家阿英吗？放眼仙界，就阿英这么一个顺眼的，跟你做仙婆，还不如跟着我。跟着你，跟着我。你先跟我过来。过来。放开。得亏阿英答应你，带着你，给你疗伤。结果呢？你就那么报答他？阿英这么好，我就是要得到他。把你那套说辞收起来。阿英是好，但你想要得到他的原因，不因为他是一只水凝兽，既可以帮你治疗内丹，还可以帮你提升妖功修为吗？不矛盾啊。阿英帮我治伤，我对他好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若是真的想对他好，你就应该征求他的同意，而不是像这样逼迫他。我会瞧不起你。好。不用胡血丹也没关系，那咱们公平竞争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得到阿英的心。公平竞争？我干嘛跟你公平竞争？别装了，难道你不是喜欢阿英？我喜欢她，她是我的师妹，也是我的小仙婆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心有所属，那是华叔殿下。我喜欢她什么？我喜欢她天天跟我吵架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娶她的，特别是你，就很不配。拿着，没有下次了。什么时候就你家了？